各位早晨，又嚟到翻工時間啦，一齊睇下出邊嘅交通情況。我哋先睇下九龍過香港嘅行車時間。渡船街南行線近富盈花園，而家經紅隧會係交通繁忙，要用19分鐘；而經西隧係交通正常，用5分鐘。我哋轉睇下。加士居道東行線近香港理工大學，而家經紅隧都係交通繁忙，用12分鐘；而經東隧係交通正常，用11分鐘。我哋睇埋新界方面，吐露港公路近科學園，而家出九龍東、九龍中同埋九龍西都會係交通正常，分別用10分鐘、13分鐘同埋13分鐘。